工或者继续做生意，定系转去做生意会好啲咧？咁呢个系咪两个概念啊？系啊。咁打工用咩用神啊？做生意又用咩用神啊？你做生意咪睇紧直乎咯？边个教你啊？做生意开门啊！开门啊！啊，系啊系啊，即系一样系可以讲啊，开门。闩门就系工作，开门就系打自己搵钱。啱，仲未开始搵钱，准备搵钱，准备开公司，准备建工，都系叫开门。你已经做咗好耐啦，做咗一段时间啦，公司开咗一段时间啦，呢、这个睇生门，一定记住啊，系唔一样嘅。开门系广告一点，生门系广告过程。嗯，即系话阿师傅帮我睇下，我听日就开间公司啦，睇下得唔得？呢、这个睇开门。阿师傅帮我睇下，我呢间公司开咗好耐咯噃，但系硬系好似都冇赚咩钱嘅。呢个时候睇生门啊，明白 ？OK， 好。咁打工咧睇边个啊？都系生门。打工啊，直接睇日光啊，时光落工就得啦。哦 ，OK。好似话呢啲时光落工喺呢度，开公司自己做生意睇呢度。咁佢咪开工开公司做生意，好似又赚到钱又生佢咪开心咯，开心啊，好开心系喎，好似系喎。慢慢仲有情人啊，咪好咯，咪好咯，正啊！啊，有丁丁啊，情人啊，情人有耳仔啊，做戏唉，咪有耳仔啊，有仔啊，有仔啊。嗱，你一定要同佢哋倾下倾下倾下，倾咗好耐啊！把握咗佢哋家庭嘅情况、身体嘅情况、工作嘅情况之后，你先至开始画符啊！请记住，画符就系好简单嘅啦。我头先咧用咗一个钟头嚟讲点样做预测，用半个钟头嚟讲画符，咁你就知道啦。其实画符真系唔系好重要嘅，但系画符系最终嘅目的、最终嘅手段。又唔可以讲佢话唔重要嘅，喺做预测，喺做充分预测嘅基础上，再画符，咁先至 OK 嘅，啊，先至行得通嘅。呢度有个先后天符嘅概念，咩叫先天符？咩叫后天符？一般咧，先天符咧。是文字就好少嘅，后天符就文字多，顺序又冇所谓。先天符呢基本上就是线条多，笔画要讲顺序嘅，请记住。所以好多时候你哋学咗我呢个招财道家法术班，我教嗰啲技巧呢，系咪好多时候啊呢、这个笔画系冇所谓嘅，随便画就得㗎啦。有啲符咧，我就话，呢、这个笔画唔好搞错啊，一定要按我上课嘅笔画去画啊。所以话咧，先天符咧，基本上就系线条多，笔画有要求；后天符咧，文字多，笔画就冇要求。笔画就冇要求。咁我哋呢度符咧，叫做婚姻呢、这个化解呢、这个婚姻不顺呢个符咧，系一个先天符嚟嘅，系一个先天符嚟，一个先天符嚟。话呢条符咧就好简单嘅啫，一定要起坛啊，所以做咩嘢都要起坛。就算冇坛啊，你平时啊出去啊，一定要带个把法扇噶，揽喺个袋嗰度，放喺自己部车嗰度啊，有咩事嘅时候就攞出嚟。最好咧自己画多几把法扇，喺屋企放一把，啊车上又放一把，或者随身又揽一把，咁啊随时就可以起坛做嘢噶啦嘛。学咗之后呢，你就唔係一个普通人㗎啦。人哋普通人出咗问题呀，就得个哦吼唔知点算。咁我哋学咗法术，学咗奇门遁甲，就唔係一个普通人啦。遇到问题即时諗计啊，以前师傅点讲过呢，要点样搞先至可以呢，係画符嚟搞呢，定係念咒嚟搞呢，定係做行为风水去改变呢，
系咪有好多办法、好多计啊？所以话咧，学嘢就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千祈唔好话自己嘅傻傻滚啊，啲傻傻滚咩都唔识就麻烦啦。我哋唔系个普通人，唔遇到问题，千祈唔好话哦吼等死咯，千祈唔好咁样谂，一定要谂计。所以咧，经常有大把发线喺身上啦，大把发线喺身上啦。有咩事起腾咧，理得佢咧，笑咪笑咧，系咪先？我动起嗰把发线啊，冇香啊，整三支香，整三支烟仔喺度，香烟喺度啊，插喺度一样都可以做嘛。咁咪开始做嘢咯。李腾由先念咒语啊，呢、这个太阴真君神咒，太阴系月亮啊，月亮啊。一般咧感情方面咧，喺道教嗰度咧，佢哋会第一个用和合先师啦，呢、这个和合先师啦，好多时候都会用和合先师啦，呢、这个好正常啦，啊，用和合先师啦，啊，或者咧用咩嘢咧？用一啲女嘅神仙啦，啊，比如九天玄女啊，呢啲女神啦，啊，拜女神啦。都有拜月亮嘅，月亮咧都有拜月亮嘅，月亮咧叫太阴真君，太阳咧叫太阳真君啊。先念呢个咒语啊，仰望顾伯表，为月润怀润嘅润，为月润阴精，中有太素王夫人嫁六平啊。我唔知呢个香港话点读啊，啊你哋要谂谂啊，呢个话点读啊？夫人嫁六平唔系老婆啊，夫人唔系老婆啊，夫人呢系两个字嚟噶吓，夫人嫁六平啊，唔系老婆嫁六平啊。耀华光义极，运明明三照三清，殷勤求至道，五色下来凝。呢个香港话点读啊？车炳有冇人知啊 ？Hello， 唔识啊。搞搞我啦，我都唔识啊！要上网睇字典先识。上网点样睇白话字典嘅咧？可唔可以搞搞我？我又唔有 send 条 link 俾你啊！有嗰个康熙发音字典噶嘛？哦，好啊，好啊 ，thank you， 多谢，谢谢阿呢格多。嗯，呢度咧一口气就念晒佢嘅，要念三遍。其实念三遍呢个系我自己嘅习惯嚟嘅。我基本上你咩咒语我都念三遍嘅，因为念三遍就肯定唔会错嘛，念一遍就会错啦。呢个系第一个啊，念咒语。第二个咧，时间农历十五晚上做啊，有时到亥时做啊，记住啊。咁你喺加拿大嘅咧，加拿大嘅有时喎，啊，香港系香港嘅有时啦，啊，我喺。日本是日本的有时啦，因为日本是比北京快一个钟的，我们广州时间又比北京慢半个钟的，是不一样的，要按当地时间去计数啊。你晚上七八点话就肯定没错的啦，晚上七八点钟话就肯定没错的啦，好像现在五点了，现在差不多五点半了，有时了，有时了，现在就要15先去话，15先去。画符，先念咒语，再画符，王子朱砂嚟画，画完之后你就盖张戚符就 OK 噶啦，就 OK 噶啦。呢度符点画呢？其实就好简单嘅，你见到咁多咩嘢啫？先打三清头啊，大家都知噶啦，一不天地动，二不祖师剑，三不凶神恶煞，怨气千里外。喺度画翻呢个符号喺度，画翻呢个符喺度咧就。打翻两点，再打个勾，打翻两打个勾之后咧，就开始顺时针、逆时针咁样去记嘅，画个圈啊。啊，顺时针一个圈，逆时针就五个圈，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五个圈。啊，五个圈就代表五行，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五圈代表五行。呢、这个圈唔系五行之外。呢、这个代表五行，五行都齐啊，五行都齐。呢、这个点画咧？啊，呢一笔点画咧？先画呢度一竖，
一节啊，一竖横截啊，打三个点，呢三个点就冇所谓噶啦，点打都得啦，打三个点。咁咧，再写一个三字喺度，咁系几又快几啊？再写个三字喺度，再写个三字喺度，再写个三字喺度。写个三字最后一笔系要咁样一划划过去，再打三点，再打三点。最后咧写个火字喺中间，两个火，你两个火喺呢度，最后。呢度符咧就话好噶啦，女子婚姻不顺符，点样去做？折叠成三角形，有字嘅出边，放身上手机套，银包后边，最好咧枕头下边都枕翻一个，枕头下边枕翻一个。老公嘅枕头下边要唔要放？都要放。老公肯唔肯放喺身上？如果肯放喺身上，放喺手机套后边咧，都比老公大，都比老公大。老公唔肯戴嘅话就冇计咯，偷偷地啊，塞落佢个枕头下边啦。未结婚嘅用呢个嘢都好快结婚噶啦，好快有人追噶啦，好快有人追噶。嗯 ，OK， 就系咁多啦。有咩问呢？冇啦，冇落课噶啦噃，未够钟喎，提前落课咩？老师啊，想即系男女都一个噶，定系人哋老公肯带更加好啦，但系嘈交你老公边肯带咧？谂谂计啦，所以我系偷偷地放老公嘅枕头下边咯。同埋你未结婚，咁又点啊？系咪？即系女家就先带一个先，就谂办法就带埋个男家嗰度。嗯，系啊，系啊，系啊，冇错。老师啲符几时生效啊？几时生效？你十五死咗个人，你十五死咗人之后，你十五画好咗之后就生效噶啦，一戚符就生效噶啦。唔系，即系个人带上身就生效噶啦。系啊，即时就见效噶啦。我维持一年啦，系咪啊？又系。唔一定维持一年嘅，你系每年嘅立春之前，立春过后就冇效噶啦。哦。咁使唔使每三个月又俾个新符去代啊？佢有钱嘅，佢肯出钱嘅，你咪同佢划咯，一个月划一次就得。哦 ，OK。哦，即系如果单身俾佢就咁划呢个都得嘅。系啊系啊，因为你唔系话婚姻不顺，我冇话系结婚或者未结婚啊嘛，未结婚都去带噶嘛，咁你计翻条数，特别系终身局嘅话，系咪先？你计翻条数。早早带住啦，如果咪有排都搵唔到男朋友啊，麻烦啦。咁但系终身局你点睇到？即系有咩系蛛丝马迹，知道佢系好难？其实喺婚姻嗰度佢好难咧。终身局同埋事局一样嘛，睇翻呢四个条件嘛。我睇翻嗰四个条件 ，OK。系啊，系啊。咁师傅，如果终身局咧，使唔使年年都要戴啊？要，梗系要年年都要戴啊！第一个对佢又好，第二个咧你又有业务做，系咪先？一定要，如果你系做呢一行嘅话咧，你一定要让个客户啊，一定要让呢个客户形成一个概念。每个季度最少每年都要揾你，明白未？咁你就去服务佢终身啊嘛。明白我意思未啊？服务一个客户嘅终身系最好嘅，因为佢每年啊由头到尾都跟住你，咁你帮助佢咧就好有帮助噶啦。啊，基本上佢系对于你言听计从，咁嘅话咧，你帮佢咧就好明显噶啦效果。如果唔系，佢又得闲又揾下你，过几年又先又揾你，咁啊帮起身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帮嘅。因为做我哋呢行咧，最好咧就成咗人哋嘅一个顾问啊，长期嘅顾问啊，系最好噶，明唔明白啊 ？OK， 咁如果净系单方面，譬如个老婆带个老公唔肯带，会唔会嗰个效用会减半噶？唔会，呢个唔。哦，即系单方面都得。老师啊，想问下咧，如果咧，譬如啲剩男剩女咧，真系带咗呢个之后，系结得成婚啦，
嘅話咧，咁佢哋實使唔使要還神啊？啊要啊，還俾你啊嘛。明白未？梗系还俾你噶，你帮佢咁多，佢仲去还神，佢唔还你咩？当你神咁拜啦，要还你先啱。哦，知道啦。你千祈唔好咁啊！啊，自己帮咗人哋做嘢，你去还神啦，去个庙度还神啦，傻嘅，关我做庙咩事啊？你帮佢噶嘛？去你个神坛嗰度还，跪喺度，放翻一万几千喺度，系咪？知道。你就是神，這個符是只是用在女事主的嘛，不是用在男方主。是啊，用在女人身上的。那個男想追個女呢，那個男追個女，男帶住個女，那那邊有沒有效的？這個是女人婚姻不順，男人婚姻不順是沒有這個方法的。哦，男人沒得救啊？有得救啊，其他的方法。咁好唔公平、啊、有得救，点解冇得救呢？先救咗女人先啦，一女人辛苦嘛。老师啊，咁譬如如果假设啊，譬如有啲朋友个小即系个小朋友，譬如佢即系睇咗八字，话佢其实佢都好大机会有两段即系离婚嘅，有分即系会即系假设佢而家譬如佢而家得十零岁啦，咁假设佢日后好大机会有两段婚姻喎。咁如果佢俾咗呢条符佢，咁会唔会又化解咗佢呢个离婚嗰个可能性咧？有，确实有。呢个咁好重要。O、okay、K。我都经常俾呢个符人哋带嘅，即系系咯。特别系嗰啲啊，已经毕咗业啦，准备出嚟做嘢嘅人啦。如果计翻条数咧，佢嘅八字系咁嘅情况咧，我即时会俾呢度符佢带噶。因为我朋友个女真系啊，佢真系睇咗八字，因为佢本身系我用奇门睇咗，佢系真系唔知系反人定复人，即系总之两个天判地判一样都系。嗯。啊，我就冇睇佢系反人定复人啊，系啦，冇研究。林林直符啊？唔记得咗，我要翻去再望一望先。如果林直符嘅就十成十噶啦。系，即系好大机会有离婚啦。唔系好大机会，肯定噶啦。肯定系啦，咁啊，如果系又要嘅话，仲可以嘅，因为咧，女人离婚咧，往往就系呢个女人太巴闭，佢先会离婚。哦，嗯哼，你学个八字嘅话咧，我唔知其他老师点教咧。女人离婚嘅八字有一个重大嘅特点就系、是，流年，因为流年嘅出现。而使日主或者比劫而喐咗起身啊，咁呢个女人就会离婚噶啦，呢系最大一个特点啊。师傅啊，你哋跟边个？咩叫喐咗起身啊？冇咩叫喐咗起身啊？嗱，好似遇到比劫啊，今年咪辛丑年咩？系啊。啊，你哋跟边个学八字嘅啫？我使唔使讲八字你哋听咧？好啊，我忙死我咯，一日讲三个钟头课噶，大佬，两依家星期五又讲，星期六又讲，下次星期日又讲啊，老命！你琴日话好中意忙噶嘛？我有时好中意见到我，好中意听到我哋把声嘅。嗱，呢个流年咪辛丑咯，系咪先？系啊。咁如果佢个日柱咧？又是新乜乜乜嘢啦吓，生友啦，唉，唔理佢，系咪先？系咪叫生友啊？又咧，佢又生喺咩年啊？生喺庚辰年啦，嗬，庚辰年啊。又咧，求其整翻个乙卯月啦，嗬。再整翻个咩啊？求其啦，唉，整个戊戌时啦。咁呢个咪叫做嗱，呢咪叫做打个，因为流年嘅出现而导致佢个日主同埋比劫都喐起身啦。呢个咪叫啊，一个生过嚟，生丑年生系咪已经出现啦？所以佢咪依家咪好巴闭咯。本嚟呢个生都好旺噶啦嘛，啊，呢个生金都好旺噶啦嘛。生一出嚟，
佢咪已經開始喐起身咯。咁即係佢依家慢慢就有本事啦，啊，因為佢新嘅力量就開始大啦嘛，所以佢咪會好巴閉咯，亂飲嘢咯。再加上嗱，睇呢個宮位，呢、這個宮位係咪夫妻宮啊？呢、這個丑年係咪同夫妻宮一三合啊？一三合系咪佢嘅能量又开始大咗啊？本来佢呢个八字咧，其实已经婚姻已经系唔好噶啦。点解啦？卯酉系咪冲啊？第一个，酉戌系咪伤害啊？系咪伤害啊？辰酉系咪伤合啊？因为佢嘅呢个婚姻啊，本来就系唔好噶啦。已经这个八字本来的婚姻就不好的了、啊、本来就婚姻就不好的了。所以呢又流年一个新一来即是他现在就心了酉了嘿反正我讲有本事。这条佬啊不要就不要了。而且他这个八字我发觉是没有官的没有火的见不见啊我虽然我求其写的这个八字是没有官的申金官为他的火嘛。冇官嘅人，冇官嘅女人八字冇官，已经系预示咗呢个老公系冇老公嘅婚姻唔幸福噶啦，或者呢个老公系冇本事噶啦。因为当你嘅八字入边冇官嘅话咧，一系就婚姻唔好，一系咧就老公冇本事。就算老公系有本事嘅话，就老公系多病嘅，多病痛嘅，就咁意思。OK， 好，唔讲啦。再讲的话又爆料了。你们想学的话我要跟教授商量一下才行。现在讲八字的老师得不得不得的我就来了得的话我就不来了。我唞一下。老师想问呢如果我有个朋友。我这样断这个八字你们见不见过有人这样断八字的未见过。不过有上咁上下的就说日主出干因为流年出干。就有，这个咪叫流年出光咯，系啊，因为流年的出现而使呢个日主或者比劫喐起身，能量大啊嘛。本来呢啲嘢系唔会喐噶嘛，冇乜能量嘛，系要靠流年嚟冲佢嚟到咗咁佢先至开始喐噶啦嘛。一喐就有吉凶嘅表现啊嘛，又咁样睇。系啊，我呢、這个我见过。想问另呢条符嘅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咁佢离咗婚噶啦。咁佢冇固定嘅男朋友，又想再婚，系咪呢条符都可以帮到佢？系咪要开咗佢嗰个终身盘先配合？或者起个时盘嚟配合？嗯嗯，好。嗯，再俾佢呢个招贵人嘅符，教过啦，招贵人个系喺初级班嗰度啊。即系有个人头，有两只牙嗰个啊。吓。系啊，呢个嘛，系啦系啦系啦，两只牙咯，咪啊，急急如律令啊，好，因为你如果冇呢个符，冇呢个符嘅话咧，你可能会遇到渣男啊，咁咪衰多几钱咯。哦 ，OK， 师傅，如果个人，所以我成日都话咧，用法术咧，唔好净系用一道符去解决问题，要几道符去集中去用。师傅，我想问，如果那个人条命中是真的要嫁两三次的，那你用这些法术去帮人，那你即是改变了人家的因果，那我们用不用找数的？错了，因果是不会什么的，因为第一个你减轻了人家的痛苦，所以不会有因果的，你增加了人家的痛苦就会有因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你的命是没有改变的，只不过程度改变了。明白没？是程度改变了。比如说他现在跟 A 和 B 已经结了婚了，但 A 呢命中就肯定有三段婚姻的，但因为他找到我们了嘛，他真的很好彩找到我们，那他跟 A 和 B 呢肯定会是走在一起的，一辈子的了、啊、但呢因为他命中是有三段感情的，那他跟 B 的这个在这一世当中呢是会有三次或者两次的生离死别的。生离死别的。即是说
咩叫生离死别呢？其实好简单嘅啫，明白未啊？同阿 B 结咗婚就阿 B 喺印度翻嚟翻香港隔离14日，呢就叫生离死别啦，明白未啊？系，就会碰到呢啲情况噶。即系呢啲同呢啲，即系其实系帮佢改变，等佢个婚姻开心好多，咁啊即系做好事咯。系啊，咁我哋就唔使系孭啲其他嘢咯。系啊系啊系啊，好似呢啲离婚啊，其实佢被强迫隔离14日，都系叫做已经系婚姻中遇到问题噶啦，都系一种表现嚟噶，因为两个人已经见唔到面啦。明白未？即系会唔会佢揾到我哋已经系佢？佢本身个缘分嚟噶，即系同我哋帮佢画符呢啲人都系佢命中一个过程嚟噶。系，冇错冇错。即系其实就佢，而即系话佢本身个终身盘已经系复淫，又即系已经系有问题噶啦。再加埋直符嘅话，你都唔即系佢终身盘，你都唔使谂噶啦。你都俾埋俾依套符，同埋俾埋佢嗰个人缘符，即系贵人符佢啦，已经要。林夕符咧，一般咧都系呢个女人提出离婚嘅，一般都。嗯。咁老师呢条符叫咩名啊？呢条符冇名。嗯，呢条符叫婚姻不顺符咯，就咁样写就系啦。婚姻不顺符。喂，但系呢个太阴叫太阴星君符。哦。但系你咁样讲，人哋唔明白噶嘛？你话呢啲叫婚姻不顺符，女人婚姻不顺符。应该叫。婚姻不顺化解符啊，又得，或者叫女人婚姻顺利符，好听啲嘛？OK， 好落课啦啊，准备煲汤啦，唔好意思啦。OK， 唔该晒。